记者叶关于新北报道，一次深入两大国定遗址的好机会。新北市里十三行博物馆将于5月18至20日连三天推出史前秘境弃陶活动，带民众一次探访国定大粪坑考古遗址和国定十三行考古遗址，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十三行博物馆将举办史前秘境弃陶活动，由资深导览老师带领民众走进国定大粪坑考古遗址和国定十三行考古遗址，透过线的解说，让民众亲身体验遗址现地环境的特色，了解史前人类生活方式。十三行博物馆长陈春兰表示，十三行在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以原味派对为主题，除举办文史导览的遗址踏查，19、20日两天还有原住民族市集、展演、公益体验等活动，邀大家穿越时空，跨域连结考古与族群文化。史前秘境弃陶即日起开始报名，活动时间为5月18日至20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天开放30个名额，活动全程免费。采事先电话预约报名，请电洽 02-2619-1313/603 张小姐，或至 https://glpsh.net 线上报名。录取名单将于16日中午12点于十三行博物馆官网公告。